明知道错的还非要穿那个，这个穿这个，宝宝对，宝宝穿对，看，真棒，看，宝宝真厉害。还乐呢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九饼。现在我要跟金明去上库房打包，打完包，如果快的话，我们再上广场溜达溜达。小安被我妈接走了。这小孩啊，有电动车不骑，非得走着走。你倒是锻炼了，快点红灯了。刚走五分钟，我就热得直冒汗呢。这顶着大太阳，咱俩不坐车，可真是有毛病啊。开始打包。一共100多单，不到200单，应该一会儿就能干完。人多，这些是刚送来的玉米面条，今天都要发走的。昨天木耳卖的也比较多，再装点木耳。这里面有草的话，你挑一下啊。歇会儿，歇会儿，咱们去吃饭去。吃完饭回来再干，没干完。少吃点。少吃点，别吃多了，吃多了怎么吃大餐？都吃点，吃饱了。